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来了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房间主题，因为最近我们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创意式的一个新闻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一下关于航天的小知识。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参加过那个有一个课外班，是叫什么模型啊，做那种各种各种科技的那种东西，做小车、小飞机。有你在，家里。北斗，东方红旗号，你好，玉兔。我好了，月球，我算你好了耶，我飞起来了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张瑞芬老师。好了，我的飞机飞起来了。张一凡号来了，张一凡号，大家猜我号什么图案？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。我都说他是有，他一下就打在我的
这个。一二三，来到哪？给我。一二三。哇，有点酸。双腿，真的双腿，它这个好可爱。看看我的未来的运气命运，能走多高飞多高。是一个小桃心，砧板。这个叫做简约而不精美。我帮你飞一下，你要帮我啊？我的什么杠杠飞机？好，来了，飞，是因为你有罪，他有罪啊。我飞机还蛮高的，谢谢你真捧场，真的飞机挺高的，没有那个段儿。没有，我这个台子飞机还蛮高的。我的这个叫做一个名字，爱的飞机，爱的飞行器，爱的飞行器。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，其实中国航天日是为了纪念中国航天事业，发扬中国航天精神而成立的。所以每年的四月二十四日就是中国航天日。其实今天我们在那个快问快答的环节也做了一些功课的，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中国航天事业，可以多多一起发扬航天精神，更多的去探索和发现新事物，一起飞吧！三二一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我要用尽。